扬声大师八八级信息，关于觉醒、上升、通灵、雅恩·卡斯尔、星号大革命。伟大的革命不仅限于印度，全世界都将参与其中。我呼吁全世界注意这个警告。因此，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请传播此信息。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的人生使命是什么，都加入这场革命。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动荡。因此，所有人都要保持警惕，并教导他人如此。觉醒，上升，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坚定的决定。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参加。在其他时代，只有男人才能参加革命和战争。今天，为这场革命而战也取决于女性。你们所有人都必须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和团结。雅恩，当我昨天睡前翻到这一页时，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现在正在进行中。让我想到的是，大多数人就是不起来也不醒来。所有人的团结，对我来说，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八八级，人民的团结比你想象的更紧密，也比你们所有体现造物主之光并将其带入世界的人所假设的更紧密。继续付出一切，即使这是你的生命，你会从造物主手中得到一切。星号 COVID 横线19疫苗接种。雅恩，我担心 COVID 横线19疫苗接种，越来越多的人遭受永久性伤害。尽管其中大部分都被掩盖了，但越来越多的报道正在泄露，而且看起来并不好。对于个人来说，改变是否必须如此痛苦？那只会造成新的创伤和新的纠葛。它不是比疼痛更温和或不同吗？八八级，总是不同的，但是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和选择。大多数人类需要个体和集体的关键事件来觉醒。这场革命包括一切和每一个人，没有人被排除在外。无论有些人多么努力地继续他们过去熟悉的生活。时间到了，觉醒以每个人的预期方式发生。许多人会从致命的医疗管理中醒来，面对死亡。他们选择了戏剧和随之而来的创伤性事件。这些人不是自愿献出生命，而是为了自己获得必要的知识而献出生命。然而，那些将自己完全置于神、上帝保护之下，并愿意为这场真理革命献出生命的人，将赢得他们的生命，无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你将进入上帝永恒的光和无限。雅恩，每个人现在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八八级，过他的生活，过你的生活，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这些天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正处于向您宣布的时间中间。星号是否有针对 Corona mRNA 疫苗接种者的救援？雅恩，是否有拯救 Corona mRNA 疫苗接种者的方法？我注意到，我可以越来越准确地看到谁接种了疫苗，谁没有接种疫苗。在我看来，接种疫苗的人正在失去他们的同情心和温暖。八八级，每服用一剂这种毒素，灵魂就会远离人类，结果是失去了人类的同情心和爱。
救赎，总是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以及追根究底的意愿。雅恩，但是一个人离自己的灵魂越远，就越难认清这一点。八八级，事情就是这样，许多人就会走上关于重生的知识之路，以心为唯一指南针，不受时代诱惑影响的光之战士的数量，最终足以让地球崛起，并摆脱所有负面和撒旦的影响。这取决于勇敢的光之战士，受鼓舞的革命者，拥有上帝武装的人，而不是大量迷失方向和被误导的人。一旦这些自信的人联系起来，并团结起来，旧的系统就会失去所有的力量。不要试图团结全人类，而是要与那些想要像生命中的至圣一样守护和保存他们的灵魂核心的人团结起来。请记住，您受到庇护和保护，把你的生活完全置于神、上帝的指导之下，喜乐就会无处不在，并且期待最自然的事情奇迹。八八级大师的祝福，八八级，谢谢收听，感恩祝福。